曾卓文博士，唔该。主席、各位香港同胞午安，小弟曾卓文支持源头减费，反对垃圾征费。政府按户、按袋嚟到收垃圾费咧，不切实际嘅，因为香港高楼大厦林立，香港人咧工作繁忙啊，咁样就点样有时间去处理垃圾呢？结果同埋咧呢个食环署点样能够进入私人楼宇執法啊？结果咪啲大厦嘅垃圾交俾嗰啲大管理公司嚟到管理，谋取暴利咯。收垃圾费有钱佬闲闲地，但系啲基层市民就百上加斤噃。以上参考个林记嘅文章，仲有啊，政府垄断垃圾袋生意有违自由市场经济噃。而按袋按户收费呢、这个又俾机会政府部门侵犯个人私隐，探测个人私隐。減少公共嘅垃圾桶咧，更加可能搞到香港變垃圾港啊！治本方法就係源頭減費，減低啲無謂嘅物質商品消費，同埋強制分類回收。譬如同埋咧，用呢個入樽回水機鼓勵回收樽，好似芬蘭間間超級市場都有呢、這個呢、這個膠樽、玻璃樽嘅回收機，只要你抌樽落去咧，就會有錢俾翻你嚇，好、啊、有誘因去環保嘅嚇。仲、啊、有咧，嗰啲收翻嚟嘅膠樽、膠盒、膠袋咧，就要用高科技嚟到處理嚇、啊。譬如啊，李嘉銘先生發明咗一種發泡膠嘅投胎技術，將佢轉化成為膠珠、長腳線之類，同埋。要限制生产商、代理商过分包装嘅商品，吓、啊、征要征收重税，打击呢啲不环保嘅胶袋，同埋投资生产生物可分解嘅胶容器。譬如2014年啊，印尼有间社企已经发明咗木薯粉做嘅环保袋，吓、啊、但系咧就冇国家亦都冇政府去投资嘅，吓、啊、孟之曰：人民而爱物。请政府尊重市民，源头减费，真正环保，撤回呢个垃圾交的方案，停止扰民。多谢主席，多谢各位香港同胞。非常好啊。